小樹苗，代表著生機和活力，有著無限可能的學生。經過6年的中學生活後，同學在神的愛和真理的召喚下，向下扎根，向上成長，為一棵棵茁壯的柏樹。Grace 意思是恩典。回望過去40年，數算神的恩典，實在是多而又多。冇神嘅恩典，就冇今日嘅 CPU。我就灰咗。40代表 CPU 经历咗40嘅寒暑。播过嚟，每一位同学都好似图案上嘅3朵小花一样，绽放出生命嘅光彩，青春之花。祝人杨晶老师同同学将会无惧困难，携手向未来一同进化。CPU 系一个充满爱嘅家庭。同學之間情同手足，老師同學之間亦師亦友，而我哋都會將呢一份40年嘅愛，呢一份人情味，一直承傳下去。十字架 CPU 代表住主耶穌係我哋嘅光，一路光照住 CPU， 一面嘅雨水滋潤我哋，孕育出更多嘅花。紅色嘅光，美麗嘅見證。Lab 嗰度，而家有請大家細心欣賞。